主料鬼子姜500克，辅料甜面酱一小包，糖三勺，白糖三勺，蚝油、酱油、花椒、大料、盐。准备时间两小时以上，制作时间两小时以上。将鬼子姜洗净晾干，将其放在通风阴凉处风干两天左右的时间，表面看起来皱皱巴巴的样子就可以了。将晾好的鬼子姜放在保鲜盒或者密闭的瓶子中，花椒和大料加水煮开后晾凉的用。鬼子姜中倒入甜面酱、酱油，再加入糖，一点蚝油、白酒、盐，拌匀。将晾好的花椒水倒入保鲜盒中，没过鬼子姜，盖腌制10天左右即可食用，时间越长味道越好。烹饪技巧：一、腌制前风干的目的是风干其部分水分，腌制后口感会更爽脆。二、把调味品卤汁时，甜酱、白糖可以多用一些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